跳跳，我们今天要去看外婆。嗯，太好了，我好想念外婆。那你要给外婆准备什么礼物呢？我给外婆做一些点心吧，她一定会喜欢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来帮助跳跳，一起做美味的点心吧。准备不同颜色的粘土，还有小工具。先来做一个甜甜圈，取粘土揉成圆球，压扁。用小工具在中间压出一个小洞，做出甜甜圈的基本形状。接着把粘土揉圆，压扁，在边缘轻轻拉一拉，当做甜甜圈的奶油粘上去。把不同颜色的粘土搓成长条，用小工具切成小段，做成糖果粒。最后我们给甜甜圈涂上糖浆，再加上糖果粒，美味的甜甜圈完成啦。 Surprise！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长条面包，取粘土揉成圆，慢慢调整成圆柱的形状，用小工具轻轻压出纹路，给面包涂上颜色。长条面包就做好啦。最后来做一个奶油面包吧，取粘土揉成椭圆形，用小工具在中间慢慢划开，涂上颜色，在中间涂上仿真奶油，完成。可是该怎么送过去呢？有了，再做一个装点心的篮子吧，取粘土揉一个长条，把它缠在一起，接着像这样把它绕在一起，当做篮子的底部。同样的方法，我们把长条顺着底部向上缠绕。最后给它粘上提手。哇，篮子做好啦。 Surprise！ 我想把这些点心都送给外婆。我和妈妈走在郊外的小路上，我把点心带给外婆尝一尝。她家住在又远又僻静的地方，见到外婆就把点心都送给她。孩子们，外婆。See you next time. Bye bye.